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欢迎来到跑步日常。继上次的彩虹瀑布跟树湖瀑布的巡瀑之旅呢，我们今天继续往南走，来到一个我最喜欢也最熟悉的一个乡镇，叫做凤林镇。那为什么会来到凤林镇呢？因为这里也有一个瀑布叫做凤林瀑布。那我们今天就是来探索这个瀑布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说这里是我最熟悉也最喜欢的地方呢？因为过去曾经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了，对这边的地理样貌我基本上是还蛮熟悉的。那首先呢，凤林镇是意大利国际认证的曼城小镇，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当中这个凤林镇也出现过一个名人，对，这个名人叫做钟万统先生，他其实是号称了全台环台第一。这个环台是以跑步做环台，是不是有详细的记录所有的过程？是已经并没有，日治时代就存在的一个人物，在运动笔记当中有特别报道过这一位钟万统老先生。好，他现在的后代子孙现在还是居住在这个凤林镇这个地方。好，这个是值得跟大家所介绍。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从那个凤林火车站跑到我要去的凤凰瀑布。正确的距离其实应该大概3公里左右。然后一路上都是比较好走的缓上坡，并不是很难。接着特别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交通方式就是搭区间车。我今天就是搭区间车过来。其实脚踏车是可以上那个区间车的，因为凤林镇其实占地非常的辽阔啊，它不是只有一个小镇而已。它其实70-80%的面积都是农田地为主。所以说如果你们骑脚踏车来的话，其实是可以比较尽情的在这个地方享受那个田园之乐的。然后那个车班的话还蛮密集，那么就先这样子咯，我等一下就出发了。好，从凤林火车站出来，这个地方右转。现在是中午快要1:30，很热。对，所以我还是一样边走边跑。如果这个全程跑起来，真不是。又到山那一边去。好，我们来到了这个入桥，这里上去，这条路就叫水源路。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这几天哦，我们花莲这个地方那个温度一直在屡创新高。像我礼拜五下午去跑步的时候啊，当时的那个温度居然高达36度。对，然后我跑到最后回来休息的时候，我居然有一度昏昏沉沉的想睡觉。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中暑现象。出来这么热的天气跑步，那个随时补充水分真是很必要的哦。我今天带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那个溯溪鞋我一样有带在我的背包里。其实溯溪鞋它不重，对。那为什么会带溯溪鞋呢？因为这个凤凰瀑布下面其实是凤林溪，也许啊，我可以到下去到那个溪上面去玩一下水，也说不一定。今天是真的太热了啦，所以我真的一点都跑不起来，好闷哦。今天继续往前走啊，过去住在那个凤林的时候啊，几乎每天都在外面跑步，所以我现在跑的这条路我不知道跑步多少次。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岔路口，对，然后我们要右转，右转有一个叫赛斯村，好像是一个宗教团体，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凤林那个地广人稀啊，所以我们当我跑到荒野来的时候，对，幸运的话都遇到一些稀有鸟类。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有见过最早有2种，第一个叫做环景的柿啊，这个是花莲的特色特产。
对，我好像还有见过那个红鲤鸣在树枝上。好，我们来到这地方要左转了。现在看到的那座山非常高啊，对，然后凤凰瀑布就是在那个山脚下。一路上坡，好，我们到了凤凰山庄。很明显的，你走到这里面来，就马上温度有下降一度以上哦。我觉得哦，好凉。所以左右两边种的树是黑板树。那黑板树是什么？黑板树就是拿来做黑板。其实，在花东这边的乡镇哦，几乎每一个乡镇都会有一个溪谷，因为那个溪谷主要也是我们饮用水的来源啊，所以凤林它主要的水源地也就是凤林溪嘛，然后花莲市的水源地就是沙坡胆溪，那个园区就是凤凰山庄嘛，那个园区真的很大。好。这个就是赛斯村凤凰山庄的主体建筑，在这里绕了一下这个园区，那我又转出来那个外面那一条路，继续往上面走，距离来到 3.35 公里，海拔164，我们可以看得到凤林溪的，看那个园区的那个侧面是可以从这个地方上来，然后右边就是凤林溪了，这边有一个做一个阶梯可以走下去到溪床，那基本上水都是干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凤凰瀑布的路标看到了，这个桥要往右转，河床上面的水是干的。对，这边有一个餐厅，这个餐厅都是要先预约的。我们要开始爬山了，距离 3.6 公里，蛮陡的哦。哇，12度陡坡，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其实这边的路也没有路了，可不过可以有一个平台可以跳完那个凤林那个平原，就是这里有一个平台，再往上走也没什么路，好像会到到人家的家。好，这里就是溪谷，我看水是干的，如果可以到下面去玩水其实是不错，这边就隐隐约可以看得到那个平原的地方。折返，这边的溪谷要下去的地方是从刚才那个凤凰瀑布那座桥下去之外，这边越来越高的地方下去，那溪谷就显然的越困难。哦，越来越陡哎，太恐怖了，已经20度了，看不止啊，因为这个坡度是要你先走一段，那个 GPS 才会去计算你那一段的坡度。我们要到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到猴子，我听到猴子的声音。凤凰瀑布到了，4.3公里，啊，到了，啊，玩稍微玩一下水就好了。
先这样子，我们折返。等一下下山之后，我们会来到一个另外一个园区的。远处那个山就是那个海岸山脉的地方。我回到这座桥这边来的。对，我以前在这边玩过水了。好，我们要走那边进去看一看。我在推敲是这边啊的溪谷，其实再往上游的地方其实是可以溯溪的。继续往前走，我们走到这个越野山进来了，里面停了一些车子。哦，这边有一条小路。要走一段，听到水声了。其实这边我没有进来过，哎，对，在这边住了一年多，都没有走到这里面来。好，到了。哦，看状况，等一下看可不可以玩水就玩。好，意外的发现这边其实溪谷原来在这里。我想说那个凤凰瀑布水那么少，根本就没有那个，原来美景在这边。好，我决定还是要玩一下水，我要在这边玩水。刚刚是从这边上来了，然后他们说这边也可以走这条小山路可以回去，原来是这边的。好可爱。画画班的吗？是啊。要念几年级？要升国一。要升国一。来，你上来，我给你看啊。好，走回去了。好，我们跑出来了。这里是一个园区的。那个土地公庙也蛮有名的吧，很多年前这里也是一所游乐区，这里就是以前的什么凤凰游乐区啊。对，我蛮喜欢这条，我现在左右两边种满的那个杉木。好，今天的那个凤林镇的凤凰瀑布还有凤林溪秘境的探索旅程就告一段落了。好，说起来惭愧，因为过去啊在这边住过一段时间，然后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凤林溪上游去看看。不过以前就只有单纯跑步了，还没有做那么多运动的那种选择，所以没有去过也算是正常的了。好，今天总算也泡到水了，也玩过水了。好，然后也进行了一场消暑的行程。好，那影片就先记录到这边，然后我还要再跑回去火车站，大概还要在3公里左右。好，很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喽，拜拜。